家人们520快乐啊，看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不一样520的礼物啊，听没听说过有给买520礼物的。这个榴莲挑的咋样，家人们下面评论一下啊。上个榴莲大家都说不好，这次老板急眼了，说给挑一个好的，这俩又闻又拔，挑老长时间了啊，又闻又按个选的，手都扎出血了，选了这个看看这个咋样。老公这520礼物呗。哎呀，老公我拔不开呀这玩意儿。哎呀妈，看几房肉。哎呀，这肉挺厚实是不是，家们先来一个灶上吧，都馋的都不行了，溜哈喇子了。节日快乐啊、哎、这个不错。不一样的节日礼物啊，听说过谁家老爷们520送榴莲的吗？啊，我家老爷们与众不同。来老公来一口。哎呀，这回不捏鼻子了，给他吃上瘾了。你说的，之前谁都不吃，我儿子也不吃，莹莹大家吃一个，现在给他吃上瘾了。哎呀我呀，甜，这个肉挺厚，臭臭的，香香的。